为官惩罚。
意就是，谁曾传得他儿子媳妇消息，不想如今苏夫人又来伸冤，又来的thank you。
弥天鸳鸯向水论，只可哀怨不忍闻。来此一时衙门，待我进去告个状。冤枉，鬼门这何人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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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告状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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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告状的。崔壮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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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壮死有了，壮死城上，愿人难去县，知县送与。告状人切回，三日后听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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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状子已呈上，而听好笑我气。唐氏一笔手帕掩门啊，
到谋害，怎么又来告我状？
是呀，十八年前扬子江中事发了，宋知县不曾死，有天理呀，有天理。来公转来，来公转来。哦，来了。老爷有何吩咐？我有话要问你。老爷有何事要问起老奴？这，哦，你是自幼跟随太老爷的，还是长大了来的？哦，老奴是自幼跟随太老爷的。我且问你，太老爷姓什么？哦，太老爷姓徐啊。我老爷呢？哟，太老爷姓徐，老爷嘛自然也姓徐啊。好过也心思。太老爷今年多大年纪？哦，若是30岁。太夫人你啊，莫有的啊。我有太夫人，我老爷身从何来？哦，老奴只见有太老爷，不知有什么太夫人。我再问你，太老爷平时作何生理？这啊，哦，老奴不敢言讲。为何？倘太老爷怪罪下来，老奴吃罪不起。不妨由我在此讲。哦，是是是，太老爷你原本是个川户出身，惯在江湖之上，做些无本钱的买卖。徐亮，什么叫做无本钱的买卖？哦，no， 见人家有财有货，白白的干了回来。哎呀，这就叫做无本钱的买卖。太老爷平时恐曾害人，太老爷作恶多端，老奴也记不得这许多了，就把18年前拦了宋知县的债。这俩可就是撞死上的宋云？正是。我正要问你，快点讲。少爷容我禀。太老爷拦了宋知县的债，那宋知县自庄却也有限，那苏夫人倒有几分姿色，太老爷多起不良之心，把船一心行到扬子江中，将苏知县一推，推入江西，把苏夫人抢了回来，逼得成婚。这俩，那苏夫人从来也不从，好过苏夫人千真万烈，必死不分从。哈，想问夫人，后来呢？多亏了二老爷。哪个是我二老爷？就是太老爷的兄弟，名唤孙雄。他便怎样？他家宴请客，用酒
灌醉了太老爷，然后开了后门，放苏夫人逃逃逃走。哎呀！太老爷，酒醒时不见了苏夫人，难道没有罢了不成？太老爷醒来，不见了苏夫人，他就是醉醉。追呀，追到哪里？那就是干坛干哪、啊、苦恨干着，干到旷野之中，苏夫人干不着金宝。进逃了无回来，跑老狗才，你若不是名分，母亲上房砍你的驴头下来、啊、老爷息怒，老奴说就是这样。哎呀老爷呀、啊、赶到旷野之所，苏夫人赶不住，竟抱了一个重生的婴儿回来。哎，哪个问你什么婴儿，我问你此事以后如何、此事嘛就无忧了吧、啊、人命关天，难道就罢了不成？宋志贤一死，宋夫人不知去向，此事嘛、也只好罢了。奶姑，此事是莫根有，是真是假？桩桩实实，句句是真。军人杀人越货，你定是捅了火墙。我老奴怎敢？你为何一十八年一年不讲啊？非是老奴一年不讲，若是讲出来，一怒告之，便要被乱棒打死。老奴死不足惜，怕着他只能保全婴儿的性命。哪个什么婴儿？就是旷野之所把无悔的婴儿。起来讲。记得那年老爷在主招岛上遇见一位老妈妈，那老妈妈手拿一件不落衫，老奴在一旁见这不落衫与包裹婴儿的落衫一般无二，方知那婴儿是老妈妈的孙儿，宋知县的亲生之子，让我若是讲出来，机关泄露，被世人知晓，那孩儿的性命必然难保。奶姑，那婴儿现在何处？那婴儿。长大成人，功成名就，只是皇家，苍天有眼，苏夫人奉兄华爵，愿中书院苏知县自立逃生，压天告状也罢。老奴拼出性命，也要当
他作证，这一时把你深仇大恨，若能得保全在这孩儿身上。奶公，那婴儿，莫非他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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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就是狼爷。遵命，快走，老奴先走。老爷有何吩咐啊？奶公，此事干系重大，你要小心了。老奴知晓。你要保重，老爷放心。那我滚呀走。啊，老爷请进，老奴走了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强徒任我儿，谁知命令不相亲。寻人啊寻人，算我到头终有吧，这真来咋与来去。哦，苦恼啊，苦恼啊。